好，我们来看一下、喔、我要熟悉一下界面了，有点忘记了、啊。有点老人痴呆了，你知道吗？老人痴呆严重啊！哦，我记得印象中这些任务都没有办法解啊，所以我们还是直接冲主线好了。你发现一个关于自身的真相，到很小盆地底部的隐藏营地与坚决长老会合，所以就知道出去的意思。我们走这里出去好了。他说营地啊，哦，这叫户吧？这是念很哦，很小平地，很小平地，很小的平地。哦，怎么都那么难练啊？好，我们来了，哇，直接到第五章了，非常好，传奇。一开场马上就进入第五章了，所以我们还要总共好最后一章，最终章，这是第五章，总共六个章节。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岩浆地形的一个地形啊，看起来蛮鸟的哦，那是长老吧？好，看起来很老的样子。月血营地啊，月血营地，这就是那个月血族的那个隐身场所啊，隐形的场所，没有错吧？哎呦，哎呦，哎呦，力气像。这柱是谁？哦，是你，抱歉，米斯阿林，请进。啊，他们居然知道我以前的身份。嗨，哦，有护卫耶！哇，这么大阵仗，哇，护卫耶！我的天啊，这个护卫好猛哦！长老出现了。We welcome your presence, Mithrarin. Preparations for war are complete.这些就是你们仅存的所有人，我们的人太少了。无光无火之光之道，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他说的无火无光之道啊，你共享了吗？不知道，这就是你们仅存的人。General Gaius is 将军行事彻底，他的军队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的月血族人，我们是仅存的所有人。How do you expect to win with so few soldiers? 我们怎么会期望这么少的士兵能赢呢？ We cannot. 我们不能，所以我们才创造了圣米斯拉里，你曾即将扭转局势。所以呢，我就是要扭转他们局势的人。原来如此。Well, 好吧， no pressure, 毫无压力。Yeah. 是啊，无火之光之道，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I see all sorts of lamps here, but no fire. 但都没有火。Is this the way of the flame? 这就是无火之光之道，我还是不知道。It is, yes. 是的，没错。在上古时代，月血族的另一个称呼，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新萨克的伟大国度。我们运用知识来遁寻无火之光，不知道。非常好。坐吧，臣，这可能会听上一段时间，没有错。为什么觉得？我们新萨克掌握的力量，世上前所未见。我们建造了精密装置，例如这些灯，啊，能够穿透黑暗，不使用一丝星火。哎，好猛哦！是吗？显然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每次臣只要拿出地图时，我们还是得生火。完了，我不懂他的笑点是什么。不幸的是，古籍上没有记载新萨克是怎么覆灭的。那些知识已失传，或许是故意的。我们只知道这些用来彝族们制造，世世代代传承下来。长久以来，我们以月血族是唯一知道无火之光不知道的残存者。但我们错了。当盖厄斯将军开始了他的血洗，传闻他们使用的武器和装置似乎是违反了自然界法则的。那些武器听起来与新萨克最古老的传说一模一样。What kinds of weapons are we talking about？ 我们正在说的是什么样的武器？等一下，我要把一个声音稍微关小一点。等我一下，调整，调整，调整。好、啊，这样应该不会太大声了。我是想说会不会声音太大声啊 ？Arrows made of light， 由光制造成的箭，像鸟一样飞翔的武器。我们得和那样东西战斗，用你的灯。I did not say it would be easy。我没有说呢会很容易，意思是说呢，盖厄斯将军他运用了月血族的一些科技。应该是算是黑科技，然后来反扑他们自身，还蛮讽刺的，有没有？
这就属于科技来自于人性啊，会毁灭也是来自于科技，就是这样的意思啊。Nobody ever does. 没有人说过吧 ？I did once. 我说过啊，还记得吗 ？Yeah, and you were. 是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好了，我们来帮什么忙 ？We'll spread rather thin. 我们缺手，我们缺乏人手。我们的总工程师尚金在本营地缺乏补给系统上遇到了麻烦。你可以去和他谈谈，又要给任务了是吧？还有一件事，关于我们的侦察兵齐尔，他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签到了，啊，他就死了嘛，不用理他啦。啊，因战争准备，我们无法调动适当的队伍搜索，所以要我去找他，啊，他就死了就好啦，是不是？啊，真的是，哦，娟姐，好想你啊 ，Ginger， 好想你啊 ，Jin， 哦 ，Jin， 我是你哥哥啊 ，Yeah， just me。你还好吗 ？I'll be fine。我很好，只是很多事要想一想。静和静，陈和静。Listen about Jin。关于静， yes. 嗯 ？What was he like？ 他是什么样的人 ？He was very kind。他是个善良的人， really. 善良到无可救药。I like him already。我开始喜欢他了。yes。是的，他的善良影响了许多人。我相信那就是那份善良。使你为极光村和泥坦村做了这么多好事，我的选择是我自己的决定。我确信静言参与了这些。阿拉总在考验我，每当我做出决定，他都会告诉我是不是正确的选择。无论我接受或静或是卡西厄斯，我相信他们都试图影响我的行为。而你接受了静。是啊，他是个难以忽视的人。他现在还是吗？或者至少他曾经是。然后我要很残忍的告诉他，他已经不在了，娟姐。不要，我觉得我可以对他产生攻略。我要攻略他。其实你们都错了，这是一个攻略的游戏，攻略养成游戏，你知道吗？真正的在于不在打斗，是看可不可以啪啪啪。哦，啪什么？就。Give me five 这样子啊，啪啪啪啪三下 ，Give me five。所以说呢，我要选他现在还是。No Ginger, I think you were right the first time. 我想你前面那几句话是对的。我认为竟透过我的行动持续活着，他引导我，让我不偏不离，不偏离正道。所以说我可以跟你啪啪啪了吗 ？But what if your other half? 啊，还不行啊，好吧。但你的另一半呢？卡西厄斯杀了我的家人陈。他摧毁了我的村庄，杀害我的朋友。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如此可怕的存在？每当我挥动阿拉之剑时，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我相信长老说的对，没有他，我早就被干掉了。但静也不停地阻止他夺得掌控权，所以我们可以啪啪啪了吗？只要卡西厄斯一天活在你体内，总是很危险，你很可能会被拉入邪道。啊，先趴再说啊！老实说呢，我能感觉到他拉着我走向那一条方便快捷的道路，抛弃弱者，任其自生自灭，对那些阻碍我的人好东西毫不留情。也许有一天你能摆脱他那邪恶的存在，进入啪啪啪模式。Maybe. For now, I need him to defeat Gaius. 某天吧，目前我还需要他来击败盖厄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知道，不过很高兴和你交谈，陈。Me too, Ginger. 我也是坚决。我很快就可以回来找你了。凡事小心。好，我来了。喂，喂，喂，喂。对啊，这些都是月血族的人，有没有？他们月血族长得就很像是，我也不会形容哎，长得怪怪的就对了。都讲，哦哦哦哦哦哦 ，What happened？ 哇哦，哇哦，这是哪里？等一下，这不是我要走的剧情吧？我还是回去好了。让我上去，让我上去。哇哦，可以呢。哦，上来了，应该往这里走才对哦。哎呦，有敌人呢，一来就有敌人，还蛮弱的啊，没有说很强，我觉得弱弱的。好，到了这里了。
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没有啊，哪里有声音？是我的错觉吗？什么诡异的声音？这里怎么突然变那么安静啊？发生什么事了？是我错觉吗？我怎么觉得这里安静了许多啊？哎呦 ，What the hell？ Oh no！ Just what？It's the missing sentry. 那个是失踪的侦察兵，也太好找了吧！才刚讲说他已经死了，他真的死了哎！我真是未卜先知啊！小心陈，是谁啊？你叫什么叫啦？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打不开，我没有这个石头。叫什么？哎呦，隐形的士兵！哦，隐形的士兵哎！哇，怎样？怎么会隐形士兵？哇！好了，结束了吗？我可以领奖、领道具了吗？任务道具之类的没有。啊！哎呦，哎呦，哎呦喂呀，哎呦喂呀，怎么会有人？哎呦喂呀，哎呦，惊死哦，惊死哦，惊死哦！怎么可以这样子吓死人呢？啊，死好，不要被乱吓了，隐形嘞。啊，抱歉按错了。Nice， 又掉了一阵蓝图。什么蓝图？什么东西？帝王蟹脚。帝王蟹脚，我们刚刚打到这个是不是？这叫什么？哦，加好多、哦。哇，不够。这不够啊。呜。奇怪，为什么不能那个啊？这是要我回去的意思吗？好吧，那我们回去好了。哦，又有敌人了，连他们都隐形都看不到哎、欸。因为他们血好多、哦。还有吗？哎，够几家？还有，这边还有一只。哇！哦哦哦！吓我一跳，发生什么事？玩个游戏而已，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原来是我升级啊，被自己升级吓到有没有？吓死我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所以说我们已经找到那个士兵了啊，应该是真的是要回去了啦。好，应该是真的要回去了。这一堆隐形怪哎、欸。等一下，是不是不仅有隐形的敌人？好，我觉得是我的错觉，应该是我的错觉吧。砍掉！那回报应该是要像前面那个长老回报的样子啊。嗨，就是你。Elder， 恐怕有坏消息，我们找到了奇尔，但他已经被盖尔斯将军士兵伏击了，完全没有生还的机会。那就是说已经开打了，陈，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了，请帮助桑金，让我们营地的补给系统恢复运作，没有他们，我们很难展开有效的防御。去找桑金，桑金，您在哪儿？桑金，谁知道桑金在哪里啊？天哪、啊，我觉得应该在这下面吧，在这里吧，我觉得。刚才存个档这样子，呜，是可以呢。呜，爽。啊！打不到啊，有点难。
啊！等一下，这会烧到我啊！哦，着火了，难过。有没有解热的啊？治疗烧伤，太好了。我还以为没有治疗烧伤这种东西呢。哦，等一下，我想到一件事情了，放这里。好，就这样子，我改变了，就这样。来岩浆地形啊，处处都是危险，处处都是危机，好不好？只要我能迎刃而解，知道吗？拜托，看那个自杀的智障啊，最好都躺在那里啊。奇怪，他说的奇尔到底在哪里啊？哦哦哦，这样子烧没问题吗？你们？啊，每个都想不开，你知道吗？啊，这又是干嘛？算了，我不要下去了，我还是乖乖的往上走好了。好，我们到了，这是什么？这哪里啊？这就是抽水机吧？难怪它会停摆，上面都长满了藤蔓。我不想冒着弄坏抽水机的风险砍掉藤蔓，或许我们有其他办法可以烧掉它们。当然就是用这个嘛，好，烧掉了，煽风点火，好，烧掉了，小凡的火焰弹，干得好，小凡，别说啦，你说的我都脸红了，哦，是这样吗？我们只修好一个而已，哎呦，水流下来了，岩浆变比较少了是吗？感觉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热了哈，对不对？啊，感觉没有那么热了。好了，我们往回走，走开啊，拜拜。Hello， 路。哎，那什么？这什么机？哦，原来是钥匙哎。哇，我真的好机智哦！居然之前那边有，我居然知道那里有一把钥匙，我是不是很机智啊？我超机智的，我还没有觉得自己超亮。哎呦！应该是不会有事啊！钥匙，我看到钥匙了，有钥匙就是要捡啊，不然要干嘛、啊？哟，过了。目前为止都很简单啦、啊，没有什么难度啊。解决。哎呦！哎呦！还有这种东西啊，看来是过不去的啊！啊！哦，没事，不好意思，吓到你们了，我吓到我自己了，差点就归西，哎，差点归西，啊！想想我归西不可能的事情啊，请再等3000年，姐姐。归西嘛，哈、哦，上来了。哦，又来一个发电机。发电机在那里，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运作。我感觉这个装置没有运作的机能啊，成。或许能用什么方法来吃到呢？闪起电光。小凡，就是你了，小凡啊、哦！你看运用小凡多猛，做得好，小凡。营地现在有电了。坦白说，小凡，没有你我会在哪里呢？也许会在极光村外面兜圈子吧。啊，嚣张了，嚣张了！等等，什么？啊 ，OK， 哦，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我们已经帮那个贵普先知哦长老取得了这个电力跟补给水的装置了哈、哦。我们可以回去交任务了，你知道吗？交任务时间。烫！哦，好烫好烫！哎、欸，不要让我扣血！好，别这样子。好，来，电梯向上。好，我们去找那该死的长老。哎、欸，
上金。Excellent work, Miss Rarin. 干得好！好，原来跟他讲话。你今天拯救了许多的生命。哦，原来不是找你啊、哦！哎呦哎，获得6500的经验值哎。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回报给长老，我们要回报给长老，准备要战争了。一个考人的概念。抽水机和发电机似乎顺利运作正常。毫无疑问，要感谢你的帮助。有了电力和水通过我们的营地，我们将会有更多充分的水分来充分的水分啊、哦，没事，充分的准备来对付敌人和妥善的照顾伤兵。谢谢你，陈。我相信我已经尽竭全力准备了，敌人就在门口，别无选择。各位兄弟们，要开战啦、啊！开战啦、啊！为了部落，我们的战士集结在营地的边缘，正等着你带领他们。为什么是我带领呢？哦，要给我黄色共鸣石，我要开启共鸣石了。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哦，不是这共鸣石啊，抱歉。无论发生什么，圣米拉斯林，米斯拉林，好难念哦。你要知道，站在你的面前是我的荣幸。月血族将誓死追随你，去吧。还有陈，祝你好运。哇，你嘞？为什么我莫名其妙从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现在变成是要带领他们？莫名其妙。算了，感觉很有趣，所以我们就上吧。